爸妈要来了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 Yeah, 家里实在太脏了， one, two, ready, go. 可不能留下坏印象。从泰国回来的衣柜还没整理，我拖，我扫，清理婆诺的小东西，宝贝可不能被发现。耶，幸好收拾干净了。一家人去吃饭了，偷偷牵手手，婆诺剪毛回来了。啊，他的眼睛为什么是红的？喂，哥哥，终于是我们的二人世界了。快放首歌听听。是雨天，任性脾气好。新买的壁画音箱超级酷，打游戏最适合，听我们俩的歌了。两个人能走到要睡觉了，这个可不许看哦。